我这样的人也很难谈恋爱，因为我很难判断对方是不是喜欢我。书上说，如果对方对你有好感，他看你的时候瞳孔就会变大，但是我没有办法毫无理由地看别人的眼睛，我就上网查询了验光师资格证的报考条件，到时候就来测个瞳距，大夫我多少度？不重要，你不爱我。